为什么不上线歪把子轻机枪？歪把子轻机枪是日本在二战中广泛使用的一把轻机枪，经常看电视剧的应该都认识。其实它就是大正十一式轻机枪。世纪为什么不加入呢？原因有两个：一、性能落后。歪把子轻机枪是在1922年定型的，距今已经102年了，100多年前的轻机枪性能肯定已经落后了。我们来看最直接的参数，弹容量为5发弹夹和30发弹斗，和现如今的机枪完全没得比啊。游戏里的机枪最少都有47发，多的有150发。歪把子实际射速是每分钟120发，也就是1秒2发。游戏里机枪射速都在每秒10发左右，射速也太慢了。最关键重量有10.2千克，实在是太重了。弹容量少，重量重，射速慢，上线谁会去用啊？二、使用子弹特殊。游戏里有的机枪用 5.56 子弹，有的机枪用 7.62 子弹，但歪把子轻机枪使用的子弹既不是 5.56 也不是 7.62， 而是非常特殊的 6.5×50毫米步枪弹，加入的话肯定是专属子弹了。可这么弱鸡的武器再加专属子弹就更没人用了，所以歪把子是肯定不会加入的。欢迎光光来打我脸哦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